啊，那我们今天所选择的阿弥陀佛，持名念佛，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这最方便的方法，最简单的方法，最容易的方法，最稳当的方法，最可靠的方法。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贤愚才艺，都不比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你能守住这个法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肯定成就，而且成就的时间非常快速。我们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宗，是莫大的幸运呐！到哪里去找？我们能不能成就呢？完全在乎我们对这个法门呢，看能不能相信。三个条件嘛，遇到这个法门的因缘，因缘我们具足了。问题呢，善根福德。弥陀经人讲得好啊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。我们缘足了，没问题了。现在就善根福德，善根是什么？能不能相信？只要能信，善根就圆满了。善根里头包括两桩事情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解。只要你真信了，那结就不必了。我说你真肯干吗？福德是真干呢，真念呢，真求往生啊，你就决定的是。那我们的信心不足，就要求解。